主料：土豆一个，豆芽200克，蒜苗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干红辣椒30克，花椒面、醋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豆芽洗净，滤净水。土豆和蒜苗洗好，土豆切丝，蒜苗切段备用。锅中加油，放入少许红辣、花椒面，炒出香味，放入土豆丝，翻炒几分钟，再放入豆芽炒，点入少许醋，最后放入蒜苗，翻炒片刻，加盐，出锅啦。烹饪技巧：豆芽和蒜苗不要炒的时间太长，那样就不爽脆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